就是一家，你认为一家在印度市场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一家我们没有想说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，我们只是想针对我们的目标用户做我们最好的安卓手机。那我们的用户是什么呢？就是一群年轻时尚，然后这个对品质有追求的自信的一群人，就这样的一群人。那一家现在的话主要是只聚焦这个高端市场，他们是否也会出价格较低的手机来争取更多的市场？不会。我们反正永远只是做最好的安卓旗舰，不会有其他价位的手机。